吃下到给闷。你哎，张艺兴。哎，早啊。你这个睡衣跟我是同款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啥睡衣啊？我也是这个。哇，真是太有缘分了，我的天哪！这太好笑了。我跟杨子的睡衣是同款。真的假的？洗不清了吗？我去换一件，两人一起买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的。哎，我换吧。哎，你去别换，来过来我们看一眼，来。我能进吗？可以啊。不是，这太好笑了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哎，你这图案也跟我一样吗？一模一样。说不清楚了。换吧，我换吧。你们多好的缘分啊，这样也穿一样。不是，本来网上就传我俩谈恋爱。对，这样你穿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是，艺兴，艺兴，就是这三个样是吧？艺兴，我今天把那个修一下。然后转头跟自己跟他说，他刚刚一直打招呼，差点把我吓走。吓走了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绯闻女友。什么？张艺兴等一下，差点把我干回家，刚才这个。你们穿着一样，大家才不会传你们有绯闻。就说你们俩都敢穿一样的睡衣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那怎么睡觉呢？没事，你就穿这个吧，没事。就无所谓吧，就无所谓，咱俩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有什么绯闻？对，走你哦，走你哦。这说明两个团队完全没有沟通，不然绝对不可能搞成这个样子。哦。